条件呢？啦啦队女神李多慧超高人气，一举一动粉丝超关注，但碍于这个身份，李多慧对外都声称单身，但根据周刊报道，她其实早已名花有主。条纹外套，一身休闲服装，李多慧遭拍下晚间在街道散步，而一旁身高200公分穿全黑男子据说就是她的男友，同时也有另一个身份是在台湾总跟在李多慧身边的韩籍经纪人。而早在去年，李多慧在频道中也透露过自己的理想型。啊이상형저는일단1번가정적인남자되게중요하고또다른거아그리고나랑대화잘통하고또티키타카잘되는사람을좋아해요李多慧则有第一条件，不是长相，不是年纪，反倒顾家特性最吸引她。她也进一步说明，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나이보다는그사람을보려고하는스타일원래사람은내면을봐야되거든요여러분다들제말새겨들으세요强调内心跟值得注意，还有千万不能说谎。而说到个性，他也有小小要求。성격은잔잔한호수처럼나의텐션을받아주면서그러는남자其实过去半年就有媒体之急，李多慧和韩籍经纪人在路边水果摊试吃水果，还上演喂食秀，互动相当亲密，手上甚至戴着类似款的情侣对戒。根据球团工作人员透露，过去他们私下就像情侣般相处，所以周遭的人都心知肚明，只是对外都只能用经纪人这个职称当作掩护。三立新闻张博伟、罗佩宇台。